交通便利加上产业组织的升级工业区，是台南市新家规直辖市了后第一个开发的工业区，也是依照低污染、低耗能的优质工业区。伫八月份经过公告标组，要从最高1.83公顷的土地来招商，这也代表着工业区全部招商完成。欢迎有需求的厂商，得爱报申请。新家工业区是台南县市合并后首座的工业区，因为交通便利加上临近台南其他的工业区。最近真侪厂商进驻，伫八月份经发局公告标组，目前只剩一公顷外咧招标，鼓励有设厂需求的厂商会使踊跃来提出申请。新竹工业区是台南市政府升格为直辖市后开发的首座工业区，那市政府将这一个园区打造为一座低污染、低耗水、且兼顾经济发展跟环保的一个优质工业区哈。那加上临近台17甲，可连接到国八，衔接国一、国三，交通相当的一个便捷哈。以科技、环保、环境兼顾的新竹工业区，甲其他工业区无同，是台湾唯一废水零排放的工业区，因此对着进驻的厂商也有限制，必须要符合相关的规定。新竹工业区为全国唯一采用废水零排放的一个工业区。那容许进驻的一个产业都是以低污染的一个产业为主，那园区也设置污水处理厂，经废水污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，它的一个标准是可以达到全数回收污水作为园区的一个使用，真正做到低耗能还有洁净生产，符合新世代高水准的一个工业区。经发局会伫一个月办理一个批次的审查，即个土地租出去了后，工业区地完全圆满。经发局也欢迎委员的厂商伫公告有效的期限内把握机会。记者郭博义、沈梦颖综合报道。